妈，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？其实我们每一天做错，或者了解错，都要请求原谅，然后真心的道歉，像真善人道歉，然后愿意还，把所有的了解看错的全部还，还了。如你想的没有应该这样这样，你要道歉，然后还，真心的还，然后还回，还给自然，然后愿意真心的跟法行，就这样子。我们要真心的、很诚心的，把所有过去的各种各样的业，不管做对错，全部还。还，然后重新来，归零，让我们的心自由，重新来，真心。我们只要这样子，天天每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道歉，我们就会后起的，就是我们会正，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心搞正。这个要。这样几乎天天都要道歉，然后重新归零，重新来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个要做的。我天天都要做这种事情。我们都被教授要道歉、还，然后祝自己和所有的众生脱离所有的苦难，然后向自己祝福。你说昨天你没有办法睡觉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你看太多政治都是贪嗔痴很多，然后你心里贪嗔痴也是很多，所以人类乱。梅亚就是很喜欢看政治，那乱成头脑，乱成那个样子。我是觉得让自己都不平静，就是你看一个人那么乱，你还心，我们自己都已经乱七八糟了，还去听去看政治会更乱，当然就没有办法睡觉，就是把自己搞得。是自己把自己搞错，所以要搞正。OK， 我是建议这样子的。我上次跟梅亚讲，但是他也不信，还照样在那边搞政治，我话多。你说真善人好，所以你就要常常你的口令就是要真善人好。然后呢，什么不是真善人，你知道说那是错的，马上就要放掉。真的话会让你心觉得真心不假，真的就是真心，现在是真实的，他没有办法变什么，也没他也不会有苦，就是真的就是真的。梅亚不是真善人，你知道吗？政治不是真善人，真善人就是真善人，真的什么都是真实在当下，忍耐在当下，善就是不是无微不微这个那个，有没啊，有爸爸有妈妈有什么一大堆，这些都不是，
这是不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真就是现在当下，法是真的。所以假如是不是真的话，意思就是你就是不对，就要放弃了。你要很坚强很坚定，愿意把它放掉，因为那个是没有用的。每一次没有用，那个就是错了。那你要知道说，哦，这个不是真善人，那就放掉。这个不是真善人，放掉，这样子。OK， 就这样子。